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42集。可能有人又要说了，为什么我不赶快做 NPM 13呢？啊，因为我还没有完全静下心来去把那个玩具呢做一个摸索把玩。我最近的话呢，因为调动新单位的关系，我很多的心思呢还是得放在正经事情上面了啊，学习一些公司的新的业务。那所以在心情方面会比较紧张一点点，那各位就担待一下。不过呢，因为现在我都固定回到早班的生态，所以我的作息都比较正常，精神状态啊，还有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呢，都比以前好上非常的多。那可能有人就会说了，最近发那么多妹子的照片，想也知道你最近身体状况还不错啊，这个跟那是两回事了啊。最近的话呢，主要是这1年多来吧啊，大家。朋友们呢，就是经常会给我留言说啊，胡夫其实啊，你又胖了，你老了什么的，对不对？这种留言的话呢，非常的多啊，所以我很认真的思考一下，可能我不需要那么多朋友啊，不是，可能我真的需要好好注意一下自己健康了啊。那这一次的这个 Thundercracker 的话呢，我自己是属于喜欢它的配色，但是它的做工上面呢出了一点小毛病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中奖的关系。那么这是在电影里头。确实非常明确出现了一种机体，一个倒三角形的一个形象。那我就干脆呢，再把那个先前啊，在沃尔沃 Cybertruck 围城系列的时候有出现过的这个三角形的机体，这个一样是同一个角色啊，Thundercracker。然后就做个简单的小对比。那这个形象的飞机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。然后它的一个外形载具的风格非常的强烈，然后身上的细节，也是承续了电影系玩具应该有的一个形象了啊。然后这一次的 Thundercracker 配色的话呢，我个人很喜欢它。这个红白是，虽然说以往的话呢，都是蓝色跟红色，这一次添加了一些白色之后啊，还有这个特别是这个飞机头啊，这个红色这个尖尖这个地方出来之后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，它有点像旋风忍者队，就是科学小飞侠这个甘加曼，对不对？里头的那个火鸟号，应该是初代火鸟号还是二代火鸟号的一个配色，还是就是有点像他们的里头那个坐骑啊，所以这个配色的话呢。我个人是颇为喜欢，而且它前面的红色是，有点软胶的这个部分是有点消光的，那身上白色的一个部分分配也还算恰到好处吧。那你如果说呢，对比一下这个跟它一样是，设定上是同样的这个 Starscream 两个相比一下，整个都是白色或者是说灰白色的这个 SS 的话呢，反而。似乎是没有那么样的。就两者有比较的话啦，我会选择这一款比较好看。那飞机的这个头部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它的这个蓝的话呢是亮光的，但这个红的话呢则是一个消光的感觉。哎，这个当然这个全部都是个人的一个，审美个人去喜欢的了啊。那模具的话呢，两者，在飞机状态下呢是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的。我们可以来一起看一下它的一个背后啊，背后这个推进引擎都是一个往上斜的一个角度。非常帅气的外形载具啊，那我们还可以把，也是，这个 SS 系列的这个冲锋啊，那这个冲锋为什么是绿色呢？好像是在这个不知道是银河之力还是哪一个作品里头啊，冲锋就是一个绿色的。那这两三个的话呢，你摆在一起啊，这个就一个所谓的一个队伍的一个队形就出来了啊，这个你会。当然，官方的设定也是很妙，就是一个 Seek 小队啊。当然是这两个才是这个同模，这个三尖头部队应该是长得不太一样。但是在这个大黄蜂电影里头啊，直接把它的三个造型都做成一样的一个飞机的外观，一字排开还是相当有架势的啊。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惊天雷的变形过程。首先的话呢，把它的这个武器能够完美搭载在飞机的武器先给取下来。那我们第一个步骤呢，先把飞机的上下给分开。分开之后的话呢，各位应该也能够发现到，其实它这个飞机的话呢，上下部分的话呢，可以说是就是下半身是一个人啊。那我们把这个上下分开之后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头呢先推下来。哎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会飞的这个人头飞机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稍微往外挑一些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把这个地方呢往外翻折出来。翻折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肩膀的话呢，跟上面的话呢，就不要干涉到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把额头肌转过来，手的话呢，再从内部把它给推出来，就手臂这一侧就 OK 了。另外一侧一样，从这里翻过来。你手如果推这样会挡住，推下来一点点，上面肩膀不要形成干涉就可以了。那我这一款 Thundercracker 的话呢，
明显，关节各部分是比较松弛的，甚至在这只手臂的话呢，是，拿上武器几乎是整个是松的啊，就是它做工上面，我觉得非常非常让人家火大的一个地方。那这样你就看得更清楚了，上半身的话呢是飞机，下半身就是拖着一个人的一个半个身体了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做这个飞机的这个头部的这个处理，从这个地方往上推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地方分开，分开之后的话，把这个飞机的这个头啊给弄过去，这样到这边就行了。再来的话怎么做呢？直接的把这个地方直接塞进去就行了，这里整个给塞进去，到这边扣上去啊。这样一来的话呢，我们的这个身体几乎就已经快变完了。脚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分开，两侧些许的分开，分开之后的话呢，往外面各转90度。接下来就把部件塞到这个小腿里头。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这里有一个连接杆，先把连接杆给放下来。这个部件，不对，应该是先收下面，再收上面，然后把它往内盖进去。盖进去之前的话，脚掌要先翻出来，盖进去。然后的话呢，这一只脚的话呢，这里有多一个一片部件，两片部件，这个垂直尾翼的部分，这一侧就没有了啊。那我们这边一样，先把脚掌翻出来，这个部件。把它给往下推下来，然后先收下面这个小的，再收上面这个大的，然后直接整个的透过这里这一块双动关节，把它给整个给推到小腿内部去。那这样一来的话呢，我们这款 Thunder Cracker 的一个人形的部分呢，已经算是全部变形完成了啊。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，就是这里比较松，其他的关节部分还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。那这里的话就是把它一个折起来，然后呢，往上翻转180度，这个翅膀是可以往上面挑起来的。然后这个枪炮你要往下还是往上，是端看个人的喜好了啊。这个应该是照理说应该是要往上才对，但是的话呢，因为其他几个我都往上了，这一款我们就特别给它往下吧。脚踝有一个接地啊，暂时的让它展开一点点，看起来比较威武一些。武器在这边，把它给。轻松的给它给扣上啊。于是乎，我讲轻松果然就不轻松了啊，自己不要立 flag。那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，我还是强调啊，我这一款的右手啊，这个肩膀的关节是比较偏松。你看它这个武器，你看，哎，连枪都举不起来，这是太糟糕了啊。那另外一只手倒是可以举了啊，就是给各位示范一下啊，我手上这一款的一个肩膀的关节比较糟。然后好不好看呢？它的。整体来说吧，它的蓝色看上去还是比较舒服。那这个黄色的话呢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涂装是有一些问题啊，但是我个人没有很在意啦。然后胸口这个透明部件是，里头可以看到内部的一些构造，机械感还是蛮强的啊，特别是它的一些细节，我很喜欢这个大腿内部这个地方这样转动，挺好的。那一些小细节的部分都非常非常的多，整体的蓝色啊，如果愿意的话吧，如果再喷一点消光的话，说不定质感会更好一些。总体来说，它的颜色是非常稳重的一个配色。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啊，它的先前几个同模具的一个兄弟，这个是冲锋，冲锋跟它的话呢，两个的这个头啊不太一样。我给各位对比一下啊，其实它这个头是这样的。冲锋的头比较大，那这两个头都很像谁呢？都很像闪电。那我拿闪电出来给各位看一下，你看这是闪电的一个头雕。闪电的头雕的话呢，应该是跟它是最接近的，只是说Thunder Cracker 颜色涂成黑的，闪电是灰的。我感觉这两个的头雕应该是一样，应该是一样的。所以说，这个以目前的这三间，不对，不能讲三间头，就是这三个。变形成这个三角形飞机的机器人来讲，三个人的头其实都不一样。这么说好像有点诚意，对不对？那 就反正各位知道一下就好了。这个是官方，这个在这个明显就是这两个是你可以把它长得完全一样，但是它硬是给你多了一个不同的一个面雕啊。这个我们先讲一下，这个三尖头本来在我们的这个认知里头呢，它就跟。Starscream 还有这个 Thunder Cracker 长得不太一样，那这两个人物的话呢，我们就稍微的简单做一下对比啊，对，提一下，他们两个的枪啊都是蓝色，但是呢，Starscream 的枪呢更加的深蓝色一点，他的话呢反而是也是很深的蓝色，但是一比较起来，他还反而显得浅了一些，然后两者的面雕啊，各位看到
Starscream 是有露嘴的，这个则是像飞行员的一个头盔。那所以我比较喜欢谁？那当然我喜欢露脸露嘴的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各位明白知道一些就行了。那整个配色来讲，包括上面这个地方，这个 SS 的话呢，只是一个银白色，它是一个铁灰色，整体来说它的配色非常的不错啊。然后以这个红色的边做点缀，啊，看上去这种重量感还是比较不错的。个人来说，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中奖还是怎么样，不是我不举，是他不举啊。这个右手的话，连自己的枪都举不起来，真是太糟糕了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是简单的呢给大家分享这一款 SS 第89号的 Thundercracker 啊。那反正也是有一点小小的改变吧啊，收不收就端看你个人的偏好了啊。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